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缘故大地震动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主观何故大地震动？”尔时，要上观四方时，见下方界有二十亿众生从地涌出，见上方界二万五千亿众生同时而生。持诸年少见世事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出生者是何等人？”佛言：“汝等见此大众否耶？”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”佛言：“此众生出，唯汝徒伴。”问言：“世尊，此诸众生亦有死否？”佛告年少：“一切众生悉皆有死，此亦不免。”十诸年少合掌向佛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更不能忍流转生死。”佛告年少：“汝等能起大精进否？”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面见如来，耳闻如来说甘露法，见菩提萨多现大神力，见佛弟子诸声闻众集会于此。世尊，愿修精进，不能忍受生死流转。”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及五百眷属以神通力永生虚空，生出狮子、猛虎、白象，现大神通，于高山顶结跏趺坐，满二万由旬，化作十千亿日月。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故世间有此光明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诸年少：“善男子，汝等见此日月否耶？”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”佛告年少：“此是菩提萨多自身光明现作日月，是于众生为之说法，安乐利益一切天人，人中修行得此神通。”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愿说如此光明因缘。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汝见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否？”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我有少疑，欲问如来，愿佛听取。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随如意问，当为汝说，令汝欢喜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之事，当为汝说。”要上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见如来有八万四千天子围绕恭敬，复有八万四千菩萨亦围绕恭敬，又见万二千亿诸龙围绕恭敬，复有万八千亿天神等围绕恭敬，复有二万五千亿诸恶鬼围绕。世尊，何因缘故有此众集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在此众集未欲听法，要上此诸众生今当被生死，今日当得住于实地，住实地已得离烦恼，得即灭佛法。”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诸众生杂业所生，如来云何尽此众生？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”要上
此诸众生愚痴无智，不知解脱在于何处，多有年少诸众生等，今日当得法陀罗尼，得知一切法，得于实地，至实地已能作博士，能转法轮，欲于法语，少无上佛法，安乐众生，天龙阿修罗乾闼婆恶鬼等，闻法欢喜，皆住实地，及大法鼓，吹大法锣，此年少等勤修行故，得此实地，今所得法如十方佛。尔时五千年少众生从座而起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身为重担，大可怖畏，不知道已非道，我等犹如盲民之人，愿佛怜悯。我等劝请世尊，愿佛说法，我等身无智慧，不知法要，愿世尊为我等说法，令得远离生死之苦，所生之处愿见佛身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与诸年少众生言：汝等时已，然后为汝演说正法。是诸年少欲要上言：我不是汝，汝为是谁？色相即灭，离三恶道不？如汝身相，离诸恶法，见汝掌中七宝庄严，身服宝缨，以功德具，我不知汝是何等人。我等不虚食，亦不虚饮，以食入身，甚可增物，变成屎尿，作血肉精皮。是故我等不虚食饮，不虚一切细软衣服，不虚臂印金串珍珠璎珞庄严身具，皆所不欲，以无常故。我等亦不顾惜生命，为离恶道，我等求于法师，为安乐天人，为求善知识，不求转轮圣王，以转轮王虽主四方，不免磨灭，男女妻子不能随从，所有七宝亦不逐去，无量人众亦不随去，于四天下无复自在，一生为王，多见无常，作恶业故，多教唤地狱。七宝自在，有四天下，竟何所在？仁者，且听我等所说，速至佛所，佛观一切，引之如子。我等无父无母无兄弟亲族，一切皆无。佛为我父，如来是母。佛如日月，是人善道，于生死中能救众生，令不复生，诸烦恼何甚可怖畏。众生在中，烦恼飘溺，如来救之，令不复入。世尊怜悯，会说正法，是人无上菩提之处。我等不贪饮食，不欲世间富贵，不愿升天，不畏堕恶道，得人生矣。愿见世尊，众生短寿，流转无常，以恶业故，贪着五欲，不觉死至，知死必至，亦不怖畏，不念生灭，不知细法，不修细业，不知即灭界，无名复心，生已归死，死已复生，心亦不生厌离之想，长夜受苦，鞭挞抓打，不生厌离，但起劫夺，受欲服苦，五服所系，本恶业故，命是欲灭，悲戚而言，谁救济我？一切悉与金银杂宝，身为奴仆，一切作使，我悉能为。王位自在，我悉不欲，不须财物，但求活命。如是仁者，我等不须饮食。诸王自在，实则上位，会归于死。天时甘露，亦归磨灭。种种百味，王所贪着，求食则无。
饮食等味，我等不虚，我等求闻正法，令得离苦，愿离爱福，诸劫烦恼，皈依世尊，愿离诸福，我等敬礼大仙世尊，为诸众生未知仁者名字何等，愿自说之。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世界广博，众生名字宁可敬之。诸年少言：我等愿知仁者名字、甚深名字，愿为宣说。要上答言：我名要上，治众生病，药中最上。我今为汝等说，令离诸病，灭除一切世界病苦。世间贪为大病，能除灭之，称为大病。无智众生流转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持为大病，众生受苦，皆能灭除。诸年少言：闻此妙法，离诸苦难，凡夫无智，受诸苦恼。闻此净法，离诸恶业，离恶业故，无恶道位，速见如来，救一切病，医王施药，了治众苦。仁者，速去礼敬如来，以我等语向世尊说：世尊能除我等之病，灭烦恼火，欲火烧身，不能灭除，我等疾苦，愿佛怜悯。身为重担，甚可怖畏，三毒所压，不可得胜，去来常担，不能远离，不知死至，不生筋骨，不知解脱道，亦不知是解脱者，以愚痴意，自谓不死，见父母死，犹不生怖，诸业烦恼浊乱其心，受诸苦恼，云何而食？我等无名不心，有如是苦，大不重担，想行即受，痴爱无智，流转诸有，世间妄生，不是解脱。世人愚痴，欲与相汤，意以上浮，食以上味，耳听乐音，种种赐予，种种好色，要欲观之，一切好味，舌求贪食，细软之处，身欲着之，二身和合，持心未乐，此生玩痴，何处有乐？着好履席，衣服饮食，无如之何？临终困滞，无有能救，自不能救，衣服之具，岂能救济？身在世间，持诸相马，常作恶业，不求解脱，自作教人，不知后报。我等前死有生，今生有死，忧悲苦恼。我俱见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丧亡，悲哀忧愁苦恼皆悉见之，诸行皆空，智者云何而生乐着？不求即灭法，不求离生死法，以贪复心，生在世时不行不施，一切过中不过贪心，着于是法，多作有行，不知修习禅定解脱之道，不知发大誓愿成无上道。佛是父母，佛是是解脱道者，能欲利益众生愚痴，众生不知护法，发心愿求无上菩提，名为护法。一切行空，财物亦空，若观我空，不复受身。愿仁者怜悯，以我等语具向佛说，为诸菩提萨多故，诸菩萨法不应懈怠，勤修精进，舍恶行善。仁者，为我往至佛所，礼敬如来，作如是言：世尊知一切法，悉无有疑，恶魔眷属，佛已调伏。如来已能燃大法具，令众得乐。如是之法，能成佛者，我等未闻。仁者，速往佛所，为我等故，我等不见如来，犹未得度，
32相80种好，见此身矣，然后得度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欲诸年少，汝观上方有何等相？诸人闻已，观上方，见500化佛，又见3000大台7宝严饰，7宝罗网立覆其上，如莲花叶出种种香。是诸众生问药上言：此诸花座是何等相？药上答言：此是汝座，速至佛所，礼敬如来。诸年少言：我等不知所行之路，不见如来，执意何方礼敬如来？药上告言：汝但礼敬如来世尊，如虚空城无有住处，如来亦如是。如来安住处如须弥山，如来等须弥山如大海水，3000世界围成数等十方菩萨欲求佛住，不知所在。十方诸菩提萨多但遥礼敬。诸年少言：愿人慈恩满我所愿，心欲见佛，清净礼敬。要上告言：如来不求香花，为众生作因，定离生死，恶魔眷属不共争论，皈依佛者不入死门，速得法陀罗尼，发尽心愿，即得见佛。尔时世尊以迦陵频伽音悉然微笑，从其面门放84000光明，遍照3000大千世界，下至18地狱，上至阿迦尼乍天，其光杂色，青黄赤白玻璃等色，如是等光从面门出，遍照3000大千世界。遇四光者，一切众生皆得安乐。照世界已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七匝，从佛顶入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合掌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，我欲少问，若佛听者，乃敢发言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言：善男子，随汝所问，如来为汝分别解说，令汝欢喜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30000亿年少欲听如来微妙身法，愿为说之。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若闻如来深妙法者，当觉诸法，得具足一切功德，日即得住于实地，能及大法鼓，见大法床。要上：汝见如是大台否耶？要上言：世尊，唯然已见。佛告要上：此诸年少今日得坐此台，证一切法，满足一切善根之法，今日当得及大法鼓，无量天人得闻法已，悉得利益；无量地狱众生得闻法已，得被恶道。说此语时，众中9000亿老众生得须陀洹果。要上：闻此法者，得离一切苦，具一切善法。要上：一切皆能成就佛身。要上：汝观四方诸大菩提萨多。尔时，要上即观四方，见东方界50亿恒伽和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南方界60亿恒伽和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西方界70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北方界80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下方界90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上方界100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。道已，皆于佛前，在一面住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于虚空中见黑色、黄色，是何等相？佛告要上：汝不知耶？要上白佛：唯佛如来能一切知。佛告要上：
此时恶魔及诸眷属欲来至此，要上，汝欲见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见之。佛令要上，即见恶魔。要上见矣。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恶魔至此？佛告要上：魔欲乱此法座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菩提萨多为观诸年少受位故来。要上：汝见此诸菩提萨多种种形色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力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唯然，我见百千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自在神通而来至此。尔时世尊说此法已，一切勇菩萨、要上菩萨、一切老少众生、一切天人世间、阿修罗、乾闼婆、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僧伽乍惊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出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我们有可能会堕入轮回吗？上师答道：汝心空性自性中，无法寻得轮回机，轮回之根，恒常之境，无迷觉性，非可下堕。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解。出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佛法修持中有个修者吗？上师答道：本执自了之，本出空性中，佛法之修持，修者皆不得。实善作为者，本出即空性，故入佛法修，无有所作者。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解。出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我们应当依赖个人的教研吗？上师答道：佛心确实即为汝自性，恒常在你之内，无需寻，仅止了之，即为法身佛，无法经由他人而示现。你可以坚定信解，此无需教研。出家佛母向上师问道：了证的修行者，人必须投胎转世吗？
上师达道，于此天空般的心性中，无法寻得业的驱使力。六道众之胎门便空无，习气与业积聚皆耗尽，轮回三界由身处瓦解，唯一之界视为如心性，了无变迁，基本非存有。出生死亡由根源中断，得见阿赖耶无根自性，便是生老病死流真散，必然净化一切业熟报，六道之因已除无效用，不斥轮回其已自消融，不达涅槃其境得成就，轮涅交融法身中无二，已无再受业报生之机。上师如是说。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